董事长、总经理带领三立上百位员工，左手比三，右手比零，欢庆周年。这三十年，我们没有浪费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青春。我们因为我们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，我很珍惜，很感恩，真心的谢谢大家，有你们陪伴，我们才能走到今天。感谢大家。三十年里程碑，员工眷属同乐，能近距离和可爱水豚互动，还有一连串挑战赛。三、二、哇！六组队伍八个棒次，顶着艳阳穿相扑装奋力冲刺，短短两分钟胜负揭晓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要射出这个飞镖。闯关即将游戏赛，射飞镖、投篮或拼图，大小朋友合力来挑战。我要去喂牛跟羊，旁边有个流浪狗的一个领养区，我摸了一下那边的狗。小朋友牧场放电，玩累了，一整排摊贩吃的喝的任你挑，还有卡拉 OK 大赛。海选歌手精心装扮，舞台上劲歌热舞，台下专业老师评比，三立三十年创造奇迹，共同迈向下个三十年。三立新闻李文玉、罗佩宇 SNG 小组。